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？非要闹到这个地步？我俩的事儿你不知道？不就是马姨来过吗？我都听说了。马姨的脾气本来就不好，这小时候马明和马娟怕的她要死，这你跟她生活了10多年，你还不了解这一点？不理她就完了，为这个离婚，至于吗？ 梁子，我好多事儿我没法跟你说，你就别插手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这么多年我心里过得确实是不舒服，不能再这么凑合下去了。不就是因为他没把事实跟他妈说吗？你都知道，听过你们吵架，也问过我妈，这大致的情形。 也都猜得差不多了。可我不明白的是，别人不知道娜娜是谁的孩子也就罢了，他怎么也不把这事儿跟马姨说呢？这事情过了那么多年了，谁还能追究啊？难道自己的亲妈还能检举他？这就是我要跟他离婚的原因。 怎么说呀？他态度很坚决，我也说不动他。我想他和你哥可能有些事情没有沟通好，我去找你哥谈一下，等有了结果再跟你说。有件事我问过我哥，也问过我嫂子，但我觉得我还应该问问你。你们三个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？这不重要。这很重要。 只有我搞清楚你们三个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，才能对症下药，让我嫂子不要跟我哥离婚。这一点上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先别着急，你这样，你先陪陪你嫂子，我现在就去找你哥。 犯了，可是他不让我跟别人说。哎呀，你说这怎么办啊？咱们快去看看。奶奶，杨大妈，您没事吧？是。奶奶，要不我把我妈叫下来？不用，不用，娜娜，奶奶歪一会儿就好，别叫啊。您这硬撑着可不行，我先给您倒杯水啊。 娜妈，喝点水吧。奶奶，您喝水。哎，别跟你嫂子说。娜娜，也别跟你梁伯伯说，听见没有？可您这么瞒着，能瞒到什么时候啊？还是早点去医院看看吧，不然这么硬撑着，只会越来越严重的。 马娟儿，今天我能从派出所出来，全靠你。老太太，我感谢你，就依着我，别跟他们说，啊。可我还是觉着，您这心脏病，不能拖。马娟儿。 依着我，真没事儿。哎，不信，我起来让你看。奶奶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您躺好了，我谁都不说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
哟，哼，梁子，嗯，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正好办点事儿路过这儿，那个一起走啊。好。哟呵。哎哥，那个我今天不回家，我妈呢让我去她那儿，说跟我有点事儿谈谈。哦，那你去完你妈那儿去哪儿啊？我说梁子，你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好路过，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这不我妈上午捡了别人东西，结果惊动派出所了，人现在是领回来了，这不事儿还没完呢。哦，那老太太现在没事儿吧？没事儿。虚惊一场，多亏你们家马娟了，要不啊，人现在还在里面呢。娘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以后别再让老太太出去捡破烂了。那个一来呢，看着不大好，好像家里没人照顾她似的；二来呢，她岁数这么大了，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你说万一她哪天不小心倒在路边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你说呢？是，我知道。哥，那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俩都去办事儿，然后我们老地方，晚上我们吃饭。好，其实我没什么事儿。那行，那我走了。哎。嫂子，嫂子。啊？怎么了？楼下娘奶奶心脏病又犯了，我看她嘴都紫了，怪吓人的。哟，哎，嫂子，娘奶奶她不让我跟你说，我是怕万一这么一直拖着不去医院会出事儿。梁子没在家吗？他大概出去了吧。别担心，奶奶没事儿啊。还说没事呢您，我带您去医院吧。马娟儿。你说话不算话吧，我不是让你别告诉你嫂子吗？可您这是心脏病啊，又不是小事儿，梁子又不在，谁敢瞒着呀？娜娜，你去给奶奶拿衣服，我带她上医院去。嗯。燕儿，我不去，我呀躺会儿就好了，要照这么折腾，到不了医院我就散了。现在我就好多了，难受劲儿都过去了，真的。您是不是到派出所给吓的呀？我还真没见过这阵势，就那俩警察把我押上警车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要枪毙我呢，哎呦，吓得我。您胆儿不挺大的吗？哟，我怎么觉得我饿了？我从早上到现在，我什么都没吃，肚子里空，特空。您肯定是饿的。我去给您煮点面。对，我是饿的。娜娜，陪好奶奶啊。嗯，嫂子，要帮忙吗？走吧。您喝口水。不喝水。那个杨子，嗯，你工作上的事儿我还在替你找着呢，你别着急啊。我不急，工作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我有活干。马明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们家都闹成那样了，你们家老太太没跟你说？说了。王燕儿，她要跟我离婚。那你呢？什么叫你呢？哎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呀？你们俩天天吵，我都习惯了，有什么可惊讶的？娘子，如果我跟他离婚了，
你想怎么办？什么叫我想怎么办？这跟我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没回来以前，我听我妈说你们俩吵得更凶，还摔盘子摔碗。你长本事了你啊！马明，有一个事儿我想不明白，一直想问你。什么？为什么马姨不知道娜娜是她的亲孙女？她这事儿，她不好解释。有什么不好解释的？哥，我要是问你了，你别嫌我烦，你别嫌我婆婆妈妈好吗？我今天就烦你了。我问你，当初你站出来是为了王燕吧？这都过去十年了，你怎么还纠缠这个问题啊？这事他一直纠缠着我，我成宿成宿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王燕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跟我离婚了，我也有了心理准备。行了，离就离呗。既然要离了，我想知道一个事实。我发现王燕到现在心里还装着你。我就问你，你们俩当初到底有没有那个？你他妈真没劲！娜娜，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？你没病吧你？梁子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他找我哥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走之前他跟我说的。他跟你说，他怎么没跟我说呢？他有什么呀？要是没我，他妈还在派出所呢。你让他去的。你那是火上浇油啊，马娟。为什么呀？你不了解你哥，也不了解梁子，你真是有病乱投医。那就是说，你承认他是你跟我哥离婚的真正原因了？是，我是不了解，我不了解你对他对我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。那你可以告诉我呀，你们三个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？娜娜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？你醒醒吧你！你不敢回答我，你不跟你妈说实话，就是因为这个？因为我不知道那句话是实话，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是个王八蛋，马明。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他妈就是一傻帽，当初竟然以为我那么做是对的，我竟然以为他跟着你会幸福，真是高看你了，马明。本来我今天找你，是想好好劝劝你的，毕竟你们中间还有个女儿，我他妈错了，你爱理不理。好，说这话。认了，娜娜是你的女儿。娜娜肯定是你的女儿，你承不承认？你他妈还是人吗你？我去你妈的！哎，哥们，滚蛋！我不是人，你才不是人呢！
你心魂不散的夹着我们俩是在干什么？你坐监狱，你坐，你怎么死在里头呢？我当了十年的冤大头啊！你是冤大头，我他妈才是冤大头呢！你他妈是不是希望我死在监狱里，永远也别出来？我他妈叫你别出来！打！打！打！往死里打！马明，站住！马明，站！马明，你别追我，别追了，我站住！你他妈追我干什么呀？打王八蛋！你为什么打人？为什么打你？我打死你都不解恨！他妈还是人吗你？你都知道了？何止我知道，全大队的都知道了。我不管跑到哪儿，他们都会抓住我的。马明，你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你先跑了再说呀！你们想办法把孩子做掉。我不愿意让王源受苦，我不愿意把孩子打掉。你混蛋，你不想活了！事你别管了，就还了。跑啊！你们俩有私情，我却要背着无头债十年了。我帮着你出狱，帮着养你娘，还帮着你养了一个十年的孩子。你现在连王艳也要抢走，你是人吗你？马明，我告诉你，我俩没私情，你帮我出狱，可那狱本来该你蹲的。你帮我养老娘，我谢谢你，可你不该不敢承认你自己的亲生女儿。看打架是吧？来打我呀！住手！你们俩不准打了。损坏这些东西，照价给赔上，少赔一分，老子剁了你的手！来，剁吧。来，还有我，把我们哥俩都给剁了。来，行，算你们狠。老子报警去！我不擦。
你跟王燕到底有那事没那事啊？马明，咱俩的缘分尽了。我可以自己走。开门！哎，进门。我自己能不能回去？哥，哎呀，哥，你怎么不扶他进去啊？你们俩跟谁打架了？我打的。不是，不是他打的，是我不小心撞的。马娟，你哥我送回来了，你交代的任务我完成了，这是我为你们家做的最后一件事儿，以后你们的事儿与我无关。你别走，梁子，你哎呀。你别走，梁子！妈，妈，妈！二子，二子，谁呀？二子，要死人了是不是？轻点！二子，去看看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哎呀，二子，来来来，谁呀？二子，哥，家里有钱吗？妈等着救命。钱呢？钱呢？我妈等着救命呢。哥，借的，一定还你。我对不起我妈，儿子，哎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哎，你看看，我知道你心里对不住你妈，这不心里知道就行了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刚才给他钱的时候，你看都不看，你把咱家的钱你全给他了，那是咱们家的救命钱呀。这会儿咱们都没工资，你说万一家里要有个急事，咱们可怎么办呢？你妈的病你治过来就算了，万一你妈要是救不活的话，那钱她又不还咱，咱怎么办？喝西北风去啊？要饭去啊？数都不数就都给他。
哥。嗯。嗯。醒啦，大功臣。哎呦，又头疼死了。哥口渴。那。几点了？九点了。哦，九点了。嗯。哎呦，哥还要去上班呢。就你这样，还好意思去上班啊？啊！快看看吧。哎呦，肿了。你们昨天打起来了？为什么呀？哎，去去去，你忙你的去吧。真够不识好歹的，人家昨天不是劝你回家跟我嫂子好好过的吗？怎么跟人打起来了呀？我昨天这样子，你嫂子看见了吗？废话，你昨天吐那一地都是我嫂子收拾的，弄得满屋子都是味儿，恶心死了。哎，就是喝酒了吗？不知道。那个，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能说什么呀？我不能回来，我回来我怕他住到工厂里去。谁现在还顾得上你啊？昨天你们回来不久，杨奶奶就住院了。怎么了？又犯病了？这个梁奶奶也是够可怜的，刚从派出所回来，又进医院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医生，我妈的情况，也是这老太太命不该绝啊。要是晚来小会儿，北京的专家就坐飞机走了。手术做得相当的成功，目前早搏和心室不稳定规律的颤动已经没有了。如果再好好休息一会儿，心肺功能就会完全恢复了。医生，太感谢了。你不用客气，一定要记住按时吃药，不要参加体力活动，多休息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注意。好嘞，好嘞，一定多休息啊。哎。谢谢啊！哎，不客气。哥，二子来了。怎么样啊？挺好，手术很成功。那就好。花了多少钱？真会说话，自个儿妈病了还问花多少钱？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。没什么生命危险了吧？没有。要不进去看看吧？啊，既然妈没事，我还得上班，我就不去了。来都来了，哪有不看的道理啊？走，哪儿啊？哦，这回可彻底好了，以后您就不用心慌难受了。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好好养病吧，您。不该操心的，您就甭操心。妈，二子两口来了。您好点没？哦，二子来看您来了。您，我就知道二子一来看您，比医生给您开药还灵。成，你们都来了，我也回趟单位，我还没请假呢。二子，要不要我帮你请个假？请假扣钱算谁的？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人王爷不是好意吗？行了，我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吃点水果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我最近手头比较紧，急需用钱。你能不能把你们厂装卸的活交给我去干？行，我试试。太好了。谢谢你，我随时等你消息。妈，来吃口香蕉，你吃吗？来，不想吃。哟，吃一口吧，
这买都买了，不吃浪费了啊！钱都花了，对呀、啊，现实。妈，这人家都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想必您老人家有后福。有豆腐。呀呀呀呀！你看看，这做完手术，人也会聊天了，还会开玩笑呢。妈，手术花多少钱呢？您知道这钱从哪儿来的吗？啊。我也正琢磨呢。王燕住的。哎，妈，您这胳膊肘怎么老往外拐呀？那王燕是你什么人？人家凭什么给你出钱呀？那是我们。你们？妈，我可跟您说啊，虽说那钱是您的，可到了您给我们了不是？那钱就是我们的。刚才我们去住院部问过了，押金就交了2000块，那还有8000呢，还给我们呗。当初我给我哥的时候，让他拿去用，没说全给他。嗯、您让他别误会，行不行？嗯，行。哥本来就没误会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哥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昨天晚上不是听说大妈住院了吗？我过来看看，她怎么样啊？没事儿。哦，你身边没钱了吧？我把家里钱带来了，你交给她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我也是小时候吃大妈的奶长大的，她也算是我半个妈。你干嘛不自己给她？我给他，他肯定不要，还是你交给梁子吧。哎，你不进去看看？哦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这样也不太好见人。我那梳妆台的抽屉里有红花油，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拿出来擦一擦。哦，没事儿。那我上班去了。好，哎，对了，燕儿。那个，你下班以后呢，你就直接来这儿，孩子我来管。着急了，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，今天一交费，还剩下8000。哦，哎呀，哥，你看这都是一家人，干啥这么客气呢？这家里有孩子，一天都缺不了钱，我俩的工资加到一块儿，也支应不了几天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那你赶紧上班去吧。哦，对。够，我上班去了。二子，哎，欠条。欠条？哥，这咋还写欠条呢？要写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剩下的2000块我不能一次还清，慢慢还，别着急啊。这你就见外了。妈是你的，也是我们的，花钱都是应该的。再说，这也是妈的钱。这次多亏你们了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你快去吧。去吧。我走了。嗯。收下吧。那我走了。哎呦，
哎呦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死丫头！哎呦，谁吓谁呀？你干什么？火急火燎的！你哥有没有回来啊？回来了。明明说好在家里住了，又回来干嘛呀？昨天晚上我等了他一晚上，今天一大早啊，打电话到他们单位又说他不在，急死我了。不是，他现在不在家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这么大人了，你用不着担心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就回去吧，我还要出去呢。哎呀，哟，妈，我昨天晚上等了你大半夜。哟，怎么了？哟，疼啊，妈。我哥昨天他骑自行车撞树上了。啊？嗯，要紧吗？哦，妈，没事儿。昨天同学聚会，多喝了两杯。就是你逞什么能？你看你，幸亏没去上班，要不然啊，同事以为你干嘛了呢。说了，这不是说好到我那去住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说话要算数，要不然啊，他就更看不起你了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哎，妈，我今天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跟你回去了。我不信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吧，这有我呢。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概来，行不行啊？行，妈，我今天不跟你回去住了。不行，跟我回去。妈，不是那个我真的有事儿。妈，团长，哎，王艳，刚才那会议你怎么没来？哦，家里有人突然间病了，没赶过来。不是你婆婆吧？哦，不是。家里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厂里说。啊，没有。对了，厂长，张红，你就让他上班吧，已经停职一个星期了，惩罚的也差不多了。你跟张红什么关系？干嘛老护着他？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就看他家里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我替他着急。厂长，今天进来两车原料，您看安排谁来卸呢？我支持不动他们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小的事也来找我？厂长，这事儿交给我吧，您放心吧。走吧。哎，小王。哎，明天你通知张红来上班吧。啊，好了，谢谢厂长。你先回办公室，我一会儿回来找你。哎，各姐，别忙活了，别忙活了。有事儿啊？一特大新闻，哎，那小子又来了。哪小子？就那强奸犯呐。哪个强奸犯？二子他哥。小心二子跟你拼命啊！这拼什么命啊？哎，你不让啊？二子他哥呀，和咱王技术员啊，有一段很离奇的故事。哎，你们胡说什么呢？谁胡说了？哎，不信你到后边看看去，咱那个王技术员正安排人家卸货呢。怎么可能啊？你们刚才还不是说，他把他强奸过吗？王技术员怎么还给他安排工作呀？对呀，这说不通啊！哎呦，这有什么说不通？这里边有内幕啊！什么内幕？快说呀！哎，这姓王的呀，咱就以姓代名啊。嗯，这姓王的呀，原先跟二子他哥是好上的，后来呀，通过二子他哥又跟他现在老公好上了，人家见异思迁，结果啊就跟现在老公好上了。嗯，人家一怒之下就把他给强奸了。胡说！他根本不是那样人。嘿，你怎么说他就不是那种人啊？您就这么了解他？您是他肚子里一蛔虫。俗话说得好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们要不说，你怎么能知道他当时没当过破鞋，没被人强奸过？别看他一本正经的一天到晚的，嗨，那都是假象。对，哎，这照我说啊，他俩呀，这要旧情复燃，哎，他肯定是和他现在老公日子过得没劲了。他寂寞呢，然后他俩就对上眼了，他对上眼了，他俩就好上了。快别愣着了，快带我去看看呀！走，什么呀？就在后面的卸货呢，走。大爷，快点！不是我，大爷，快！小时候你是哪
最爱我的人老了，像个孩子一样，问我许多傻话，简单却无法回忆。